找一个叫顾寻的人给我砍死他。好嘞，我知道了。叫顾，同名同姓，还同姓。说话啊。我怎么了？我当然是失恋了呀，失恋了你懂不懂？不是你真去告白了？不是吧，你不是校花吗？怎么可能失败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渣男。那个没事啊，今晚聚餐我请客。我都失恋了你还请别人吃饭，你是不是人啊你？哪个不开眼的气我们小麻花，我非提刀去疆场。说得好，我们可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，谁欺负你了，明天我去打死他。去啊，你们去东宁大学滨江校区找一个叫顾寻的人给我砍死他。好嘞，我知道了。叫顾顾寻。等一下，刚才那个人的名字是顾什么什么学，所以我要拿着刀去砍的人是顾什么什么学。不可能吧，哪有这么巧的事情。好像就是这么巧。哎，同名同姓还同校。你不是在和钢枪王双排吗？谁呀？你男神啊！你亲口告诉我的，江城钢枪王001，你们在双排不是吗？我早上在参加毕业典礼，好见我表妹了，她倒是告白成功。早上那个不是你。那你在？我在跟顾寻告白啊。哦，不对，我在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被顾寻拒绝。哎呀，你们说他想啥呢？他想死。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，有点子浪漫，浪漫且致命。致命？怎么可能？呀，你为什么一脸赎罪的样子？我中弹了，疼。但是我还是希望顾寻买拌饭没有拌饭酱，吃泡面没有叉子，上厕所没水又没纸。哎呀